I can take the world. Throw the weight up on my shoulders, 'cause I won't even feel the burn. Don't be afraid to dive. Be afraid that you didn't try. These moments remind us why we're here, we're so alive. Let's live like we're immortal. Maybe just for tonight, we'll think about tomorrow. Yeah, when the sun comes on, 'cause by this time tomorr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tonight. Keep doing what we want, we want, we want. No more wasted nights. ただすぎゆく時間に気を止める必要はない。何かを失えばまた何か手にする。 Don't be afraid to dive. 何もせずはもっと怖い。 These moments remind us why ここで生きる意味は。 Let's live like we're immortalMaybe just for tonight, we're thinking about tomorrow. Yeah, when the sun comes up, 'cause by this time tomorrow, we'll be talking about tonight. Keep doing what we want, we want, we want. No more wasting nights.典礼将在十分钟后准时开始，洗手间在出入口的两侧。另外，麻烦各位将门轻轻带上。典礼开始之后，请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的配合。为因应新冠肺炎的疫情，需要各位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进入典礼会场，请务必全程佩戴口罩，禁止饮食，并配合室内防疫社交距离以测安全。如有不适、发烧、头晕等症状，请立即通知工作人员，我们将引导您至空旷处暂时休息。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让我感到充满力量。谁能忘记过去一路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
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歌声是翅膀，唱出了希望，所有的付出只因爱的力量。和你一样，走来陪你受的伤，谁能预料未来茫茫漫长，你在何方，笑容在脸上。和你一样大声唱，为自己鼓掌。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坚强，一样的全力以赴追逐我的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迷人芬芳。我和你一样，一样的善良，一样为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歌声是翅膀，唱出了希望，所有的付出只因坚强，一样的青春焕发金黄色的光芒。哪怕会受伤，哪怕有风浪，风雨之后才会有彩色。典礼即将开始，洗手间在出入口的两侧，另外麻烦各位将门轻轻带上。典礼开始之后，请不要随意走动，谢谢大家的配合。为因应新冠肺炎的疫情，需要各位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进入典礼会场，请务必全程佩戴口罩，禁止饮食，并配合室内防疫社交距离，以测安全。如有不适、头晕、发烧等症状，请立即通知工作人员，我们将引导您至空旷处暂时休息。日子那么长，我在你身旁，见证你成长，永远为你鼓掌。用意はいいな、クソども。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Oh,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有雷声在轰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谁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很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前冲要跳过地狱，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闪烁，人都应该有梦。Oh, 有梦就别怕痛，淋雨一直走，直到阳光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Oh, 有梦就别怕痛。有前面盘旋的秃鹰，有背后尖酸的耳语，黑色的童话是给长大。独特才是流行，无法复制的自己，让我连受伤也有幸。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灵。时候爬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时光悄悄流过，逝去的时间以回忆之名记录人生。几年来，学长姐们赏尽春花之美，尝遍酸甜苦辣，用各自的方式撰写属于自己的篇章。如今，看似平凡的段落将迎来转折。分号不是一篇文章的终止，而是另一段故事的开端。
此时此刻，学长姐们即将离开熟悉的环境，接受新的挑战。愿学长姐们能在实习的旅途中，用微笑与热情拉近与病人的距离，坚持自己的梦想，不畏惧任何困难，用所学的专业让人生更加精彩。在慈济大学的这些日子已经无声无息地逝去，学校的景色勾起回忆的涟漪，一起欢笑打闹，一起傻笑哭闹，这些大家都一同经历过，但在下一个路口，恐怕只得留下背影，不舍得各奔东西，在名为成长的篇章中画上分号，等候着续写未来。在往后实习的日子，若遇到挫折与迷惘，请记起同伴们坚定的眼神，想起当时立下的誓言，所有汗水与泪水都将化作为成长的养分，用力去拼，奋力去闯，莫忘初心。感恩各位来宾、师长、家长来参与今天的授袍典礼。为了使今天的典礼更加温馨和庄严，以下有几件事情要和大家共同来培养默契。一，各位的随身物品可以放置在椅子下方，走道上请勿放置任何物品。二，请大家将您的手机转为震动或关机。三，典礼进行中请勿使用闪光灯拍照，也请大家不要随意走动。再次提醒，为因应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需要各位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进入典礼会场，请务必配合全程佩戴口罩，禁止饮食，并配合室内防疫社交距离，以测安全。如有不适、头晕、发烧等症状，请立即通知工作人员，我们将引导您至空旷处暂时休息。感恩大家的配合，相信今天的授袍典礼将会更加圆满。三年级实习生进场，请给他们热烈的掌声。今天的笑容中醒来，跨过昨日眼泪汇集的港湾。本系秉持校训慈悲喜舍之精神，培养具人文素养与职业道德之物理治疗专业人才，落实终身学习及健康促进全人关怀的理念。本系自民国100年办理首届授袍典礼，至今已延续到了第九届。三年来，我们培养着学校的基本素养，并致力成为具备专业知能、符合社会需求与充满服务热忱之物理治疗专业人才。就让一切因为你，因为我，世界充满更多爱的感动。全体实习生请坐下。慈济大学物理治疗学系第九届授袍典礼，典礼开始。我们是今天的司仪，我是物质系108级吕文浩，我是物质系108级张子晴。终于走到了大三这一刻，我们即将披上白袍，怀抱着学校老师殷切提醒的基础知识，进入医院与病患及家属们做直接的接触。这样意义深远的授袍典礼，
对于我们每个学生与家长来说，都是无比的意义重大。很高兴大家今天能够拨空来参与授袍典礼。首先，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贵宾林光华老师。慈诚义德爸妈，以及物质系的老师黄倩慧主任。端木和一老师，杨志宏老师，张祝芬老师，洪世文老师，李志伟老师，施教育老师，吴玉如老师，现在让我们欢迎物质系大家长黄千惠主任给予各位大三生祝福与叮咛。让我把口罩以真面目示人一下。OK， 林老师，虽然已经退休了，但是还是持续关心我们的林老师。那各位三年前有幸跟各位认识义德爸爸妈妈，然后关心孩子，然后也爱屋及乌，关爱我的义德爸爸妈妈。各位家长，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的家长，还有很认真念书的小孩，大家好。在疫情这样的情形，我们还能够为大三生祝福，真的是充满了感谢。感恩主任对我们的勉励与祝福。不好意思，这个我们没有彩排过哈。今天是106级的授袍典礼。那经过了今天这个授袍，大三的学生就要去进行到在这个暑假就要开始长达一年的在医院实习，也就是大学最后一年的学习，但是是在医院实习的生活。今天的授袍典礼其实是一个见证，各位都是大三学生的重要的爱的关系人啊。那今天邀请各位来一起见证过去三年内我们的学生很努力孜孜不倦的学习，我们的老师也是，那也邀请各位来见证他们今天要发心立愿，将来要做一个救人救世把苦与乐的物理治疗师。那因为各位跟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学生的密切的关系，各位将来可以监督他们，在他们稍微有点没有达到今天立誓的内容的时候，可以温柔的提醒他们。那今天大三学生为今天的这个授袍典礼挑的主题是分号。那我是一个魏文清，就是虚伪的魏文清哦，所以我对这个分号感到很有意思。为什么是分号？分号当然不是逗号，分号当然不是句号。为什么是分号？如果授袍是一个分号，分号之前是什么？
分号之前是在学校的学习，各位可能可以也许幸运的话熬个夜赶快把它记起来，考试可以通过。分后之后的学习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必须实际的坐在病人身上的活体实验。分号之前的学习可能是只有你自己想学就学，不想学可以放自己一马。分后之后的学习不可以，分号之后的学习牵涉到病人的福祉，分号之后的学习牵涉到你跟医院的老师、跟医院的其他的同事、同学、病人、其他的专业的一个共融合作，来解决病人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就站在分号的这里，那我希望各位在分号，为什么一直讲错呢？我希望各位在分号之后都有一个很好的努力的过程，有一个很好的成果。那所以就是带着理想去奋斗，你就有了双重的武装。分号，带着努力去奋斗，你就有了双重的力量。那我期待明年再见到各位的时候，各位在各方面都更成长、更茁壮，令我惊艳。我更期待你们专业上令我骄傲。那今天非常再度的谢谢各位莅临，真的给我们系师生非常大的鼓励，谢谢。最后我用一点小小的时间感谢物理治疗系的老师们。物理治疗教学的环境不是非常的和善，可是我们一直选择在这里，那期待跟各位继续一起努力，一起加油，谢谢。感恩主任对我们的勉励与祝福。再来，让我们欢迎林光华老师为我们致辞。穿上了白袍，个个看起来神清气爽啊，非常的有朝气，可喜可贺。那我在台北呢，有跟毕业的学长姐聚会聊天，那我问他们对你们有哪些期许啊，他们是说希望呢同学要有理想，要有愿景，能够多多的学习各种不同的技能，如果可以的话就参加这种教育课程，然后增加学习各种不同的技巧，能够好好治疗你的病人，那也增加你自己的自信心。我们同学呢在各个岗位的表现都相当的不错，那也有一些没有考上执照考的，那他们也希望同学呢之后能够互相的勉励。我也跟其他学校的主任老师有聚会，那他们呢对我们学校学生的温文有礼还有热心向学的态度都有所称赞。
今年台大硕士班录取8名，我们慈济的学生就占了6名。他们都非常的高兴跟我联络，台大的老师也来打听我这个学生的好坏，有两位学神经，两位骨科，两位小儿，所以呢我们已经建立好的名声，那希望我们的同学能够承先启后，继续的努力维持我们慈大的荣誉。那我知道学系的老师不够，就是相当的辛苦，但是也都认真的教学，希望同学能够维持我们的传统。在这边呢，我就是祝福各位，希望各位呢能够以病为师，以慈悲为怀，然后呢能够在这36周呢好好的学习，有满满的收获，祝福各位。感恩林光华老师的勉励与祝福。再来，让我们欢迎绿葱爸爸为我们致辞。敬爱的上人、江社师傅、主任、班导师，还有系老师，各位义的爸爸妈妈，还有今天来参加的所有的家长，以及我们物质系的以及在场的所有的贵宾，大家好。今天真的看到非常多的我们物质系孩子的家里的爸爸妈妈都来了。首先要感谢以及恭喜你们把孩子送到慈济大学来。时间很快。我们跟你们的孩子相处已快3年了。今天我们一直纯洁的大爱的孩子，都是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宝。今天就是他们要即将要受跑的日子。虽然在疫情期间，学校的慈济日一直严格没有举行，但是我们早就计划，在他们受跑的日子里，我们一定会到。我们非常的感恩以及高兴，所有的我们物质系的孩子即将跨出人生的一大步，幸福的人生。心灵如果有爱，人生就有路。在慈济大学里面，你们在这几年的专业课程的一个研读，期望你们在这专业的科目，在这个责任上，能够把它转为使命。记得我们曾富前校长曾经说，在心灵分享的时候曾经说过，责任与使命的不同。如果你把专业的能力付出，这是责任；
如果再加上你的慈悲，那就是使命。最后祝福我们所有的孩子们，希望你们在这优质的慈大，将所学的美丽的德，能够成为一位至伟良医，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以后对社会有所贡献。感恩大家。感恩绿聪爸爸的勉励与祝福。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第一段演出，是由大一同学共同演绎手语歌。在人生的旅途中，总会有许多的历练与挫折，但这些阻碍不曾击垮我们，反而成了我们茁壮的动力。现在让我们一起欣赏《成长》这首曲目。曾经我的肩膀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当你站上爱的高处，眼里充满着光亮。你终将离开山岗，追寻生命中的理想。成长路难免崎岖，不要迷失方向。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当我走上新的旅程，满心感恩不能忘。我终将张开翅膀，飞向更宽阔的远方。成长路不管多难，爱是我的行囊。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当我走向新的旅程，满心感恩能忘。我终将展开翅膀，飞向更宽阔的远方。成长路不管多难，爱是我的行囊。你我的心为春风的花，山美为人引光明和希望。我们的未来永远满的爱，
感恩大一同学的表演，相信学长姐在追逐理想的旅途中，能时时怀抱着感恩的心，勇敢飞向更广阔的远方。受证仪式开始，让我们先请物质系黄千惠主任、端木和一老师、杨志宏老师、张祝芬老师上台。我想要回到那一年，你守护我那一年，想起遥远那一组实习同学，请起立。我记得你眼里是我的脸，请上台。第二组实习同学，请准备。老师，请授予名牌。忘记我的脸，请授予量尺。请授予证书。也许不会再见，请起。二组实习同学，请起立，请上台。第三组实习同学，请准备。老师，请授予名牌。我说有你，所以喜欢。请授予量尺。有时候下着雨，我淋。请授予证书。所有风景都变成夏天。请起。一生就要走过多少时间？第三组实习同学，请起立，请上台。隐形的纪念躲在心里面。第四组实习同学，请准备。也许不会再见，明天或今天，明天又一年，风它在说莫忘这一切。老师，请授予名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改变。请授予量尺。不管这世界是那么，请授予证书。我都悄悄地，请起。第四组实习同学，请起立，请上台。第五组实习同学，请准备。老师，请授予名牌。请授予量尺，请授予证书，请起。第五组实习同学，请起立，请上台。
谢谢你回来。老师，请授予名牌。请授予量尺。请授予证书。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这里。感恩老师授证，老师请回座。希望永远不灭息。晚安了，亲爱的自己。还能大口呼吸，就是请物质系洪世文老师、李志伟老师、施教育老师、吴玉武老师上台。虽然步伐是少了一点，但我一定会走向前。幸福得更努力一些。谢谢你很努力，谢谢自己。第六组实习同学请起立。谢谢你一路坚持到请上台。第七组实习同学请准备。亲爱的自己，老师请授予名牌。请授予量尺。谢谢自己没放弃，谢谢你一路。请授予证书。坚持到这里，太阳依旧会升起，希望永远不灭息。第七组实习同学请起立。亲爱的自己，请上台。能够说第八组实习同学请准备。还能够有梦想，就要个勇敢的去追。我亲爱的宝贝，我知道你会来。老师请授予名牌。困难记得要勇敢。请授予量尺。请授予证书。请起。第八组实习同学请起立。请上台。第九组实习同学请准备。老师请授予名牌。请授予量尺。请授予证书。请起。第九组实习同学请起立。请上台。自己去冲淡那刻你眼里的不。第十组实习同学请准备。虽然我总是不在你身旁，却有一股力量是你给我的。我们在一起走过的
你在小时候带着我买糖，虽然我总是不在你身旁，却有一股温暖是你给我的。老师请授予名牌。请授予两尺。请授予证书。请起。多想要每次回家的时候。第十组实习同学请起立。请上台。第十一组实习同学请准备。老师请授予名牌。只是还没成功的那刻，请授予量尺。请授予证书。请起。第十一组实习同学请起立。请上台。老师请授予名牌。请授予量尺。请授予证书。请起。感恩老师授证，老师请回座。全体实习生宣誓。宣誓代表张静一同学请出列。宣誓。宣誓。我要奉献所学为人们服务。我要奉献所学为人们服务。我尊敬及感谢教会我的师长。我尊敬及感谢教会我的师长。我以视病由亲的态度照顾我的病患。我以视病由亲的态度照顾我的病患。以诚实尊重的态度与医疗团队合作。以诚实尊重的态度与医疗团队合作。发挥慈济慈悲喜舍的精神。发挥慈济慈悲喜舍的精神，例行物理治疗专业的服务热忱。例行物理治疗专业的服务热忱。我诚心保证。我诚心保证。遵守以上的约定。遵守以上的约定。宣誓人张静一警示。宣誓人张静一警示。中华民国109年6月12日。中华民国109年6月12日。宣誓完毕。宣誓代表请入列。接下来是合影时间，请师长上台与实习同学合影。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时间，东风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扎入心的水滴，在另一个世界晴空布满拉琴。总是得到很多，多到麻木自我，竟然差一点就忘记手掌里要有更多呼吸。曾经失去很多，多到放弃自我，黄昏最后一盏灯亮起，来得及睁开眼睛。感恩老师与实习同学合影，老师请回座。接下来请慈诚义德爸妈上台与实习同学合影。感恩慈诚义德爸妈与实习同学合影，慈诚义德爸妈请留步。致赠结缘品，第一排实习同学请上前。我会永远相信开始掉下的泪，你和我的世界更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请慈诚义德爸妈致赠结缘品。掉下的泪，你和我的世界。第一排实习同学请回座。更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第二排实习同学请上前。请慈诚义德爸妈致赠结缘品。
二排实习同学请回座。故事总是这样发生。第三排实习同学请上前。不算那么认真，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不算多么特别。请慈诚义德爸妈致赠结缘品。第三排实习同学请回座。生活总得理不饶人，你的不知分寸化作满身伤痕。或许这一生。第四排实习同学请上前。不想去的空间才得以平衡，长大时不知。请慈诚义德爸妈致赠结缘品。第四排实习同学请回座。就算回忆长满皱纹，感恩慈诚义德爸妈的祝福，慈诚义德爸妈请回座。里程。对学生而言，老师就像是我们的父母，无怨无悔的付出。今日我们邀请到了林光华老师前来参与授袍典礼，老师也用心的准备了小礼物作为祝福。现在我们请林光华老师上台给予大三生祝福，也请大三代表易佑良同学上台。我知道对你来说，这世界有知道你肯付出，却不懂该如何表达。我知道你不喜欢承认世界的伪装。我知道关于未来，你有自己的想法。有各式各样让同学挑选，五帝钱。这个叫做十地钱，这是红辣椒，就是一炮而红。这是福禄年年有福气。这个是事事指事事平安。这个是辟邪的。这个是福袋。这是更有喜气的福袋，据说可以挂在摩托车上的。那，小礼物不成敬意，希望各位喜欢。我也
非常谢谢伊又良，就是在学校我电脑有问题都找他，所以我们比较熟好，谢谢，感恩林光华老师，老师请回座。老师的教诲我们不曾忘记，今天的祝福也将深深地长留于我们心中。接下来的表演是由大一同学带来的歌曲。挫折与失败是人生中必经的挑战，唯有不放弃，坚持下去，才能够品尝成功甜美的果实。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不要放弃》这首曲目。天要暗的时候，你的坚持还会有多久？心在痛的时候，把手放在胸口，又是否用沉默来承受？也许在爱前进，路会开，希望迎面而来，就继续在爱前进，哪怕崩坏或痛快，都各自精彩，遗憾可以释怀，生命不会重来，一定要相信自己。雨在下的时候，你的热血还会留多久？梦要碎的时候，把泪擦干以后，又是否不回头？就足够。也许在爱前进，路会开，希望迎面而来，就继续在爱前进，哪怕崩坏或痛快，都各自精彩，
遗憾可以释怀，生命不会重来，迷离要把大地鼓阿努呼达拉阿耀马夫哈古拉兰阿米西阿耀阿努呼达拉阿耀当地都放杂都扫都阿哎呀阿嘎萨瓦伦古迪伦乌里在亚嘎米了巴达地古哟呜哎呀感谢大一同学带来的表演，期许学长姐们在未来遭遇困境时能够勇敢前行，永不放弃，持续航向光明的未来。三年的时光里，在朋友以及师长的陪伴下，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回忆。在即将启程的这一刻，想必内心有许多的感触，值得与各位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李承勋同学上台分享他在慈济大学的点点滴滴。Hello，Hello， 好 ，OK， 好，好，各位师长，就黄主任，然后林老师，还有各位系上的老师们，还有远道来的慈诚义德爸爸妈妈，还有各位就是实习生的各位非常挚爱的家人们，然后还有各位实习生，大家好，好，然后今天我很荣幸。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是 PT106 就是在这对在这一路上的点点滴滴，虽然就是我虽然也没有办法看到所有人的点点滴滴，但是就我所看到的跟大家分享，对啊，特别准备了稿子，对啊，对啊，对啊，怕有所遗漏啊，真的，对啊，那当然就是在慈济的这三年我接触的最多的其实就是静思语。那其实静思语我们知道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唯有知足感恩才能体会到幸福，就是其实生活中其实很多很多事情都是值得我们感谢的，就是包括这次受跑，就是其实在我们办受跑从刚开始从二三月份的时候当然是历经了很多的波折，然后中间当然有一度当然有遇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因为疫情的那种严重程度的关系，所以但是还是很开心，就是到最后能够办成，然后大家有非常有缘分能够在这样的空间这么好的一个空间，然后
有各位实习生的帮忙，然后还有各位辛苦的学弟妹们，他陪我们一起排练，对，还有后面那个在那个光影室控制的大哥，还有各位就是转播团队，都一样都这么认真的陪我们，就是一起完成这一项，就是在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那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感谢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其实也是来感谢各种事情。首先呢，我们就来感谢就是系上对我们就是 PT16 的栽培，这三年来非常非常多。从那个课程方面，大一到大三的课程就是秉持着物理治疗全人教育的精神，然后严谨的给予我们各种课程知识方面的培养，然后除了知识方面以外的汲取以外，其实还带给我们就是逻辑思考，还有临床思辨，以及终身学习的方法。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很难自己从教科书里面看到，或是自己能够学习到的。但就课程方面，从这一问一答之中，给我们在课本知识当中不一样的启发，就还是 PT16 非常感谢老师们能够给予这样自己在于每一次的课堂当中这样的启发。 OK， 好，然后第二我想要感谢的是就是陪伴着自己从大一到大三，就是每一位现在在座每一位实习同学们。好，那我开始点人喽。飞黄腾达，万马奔腾，漂亮宝贝，来举起手，来挥挥手，让大家看一下。没有，你转过去，让家人看看你，快点。还有第二个，感恩知足 mentor 在哪里？在哪里？挥挥手，往后，让大家看看你。还有就是因应到就是最近这么火红的议题，新冠肺炎疫情姐姐，挥挥手让大家看看你在哪里。哇，好，不要点太多。好，现在哦，对啊，漂亮好喝 Coco 姐姐你在哪里，往后挥挥手让大家看看。 OK， 好，很好。就是这么多，就是大家除了平常很认真以外，还有非常非常强的一面，对啊，这其实对很有趣，对。然后这一路上历经无数个有在戏上，甚至是宿舍寝室的实作练习，令人紧张屏息的模拟来考试，大家这样听得到吗？应该声音有点小，没关系，希望大家能够见谅，对吧？然后大家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然后以实习完成，还有甚至是物理治疗师国考，以成为一个称职的物理治疗师，要作为全力以赴。未来虽然只会更加的艰辛，或是面临到更多的挑战，但是我们始终保持当初的热情，向着未来义无反顾发光发热的前进。然后最后我也想要感谢一直以来支持着我的家人们，还有所有亲朋好友，我包括在座的受跑生还需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在座的各位的，就是实习生你们自己，来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为什么要感谢自己呢？因为在这个求学的过程这个阶段，我们接受了非常多欢喜、愉悦、热情、开心，甚至雀跃的时候，但是我们也难免遭受了悲伤、
愤怒、挫折、遗憾，甚至是罪恶感。面对低潮，我们产生了许多恐惧还有害怕，但是也因为这些恐惧让我们学会了悲悯，因为这些恐惧让我们学会了勇敢。感谢你们，要感谢自己没有因为恐惧而迷失自我，你们要感谢自己因为恐惧，但是还是依然选择踏出，坚定地踏出闪闪发光的每一步。前往未来的专业道路上，希望我们以热心追求真理，期许我们以慎思明辨的自主判断能力从事临床工作，期许我们将以同心发展事业，为未来为物理治疗的永续发展共同努力，期许我们以自信推展创新，以胆识俱全的高瞻远瞩追求并运用物理治疗新知，期许我们以恒心追求卓越，以积极进取的终身学习态度持续精炼和提升自己的物理治疗技能。如同歌词上说的，历经千帆归来仍旧是少年，希望大家不忘初心。 PT16 谢谢大家，感谢李承勋同学的分享。再来，让我们欢迎苏凯文同学上台分享。喂，好，各位来宾、师长、家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物质系106级的苏凯文，那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台上跟大家说说话、讲故事。那首先，我要先谢谢所有教导过我的老师，就是一开始其实也是对物理治疗比较无知一点，对，然后到现在渐渐的这三年内，我读出了兴趣，喜欢上这个科系。然后在这一切的时间里面，老师用心的教导我们，在不管是我对于学业上有困难，或是有时候对于未来的一些发展期许有点迷惘的时候，老师也很就是只要找老师讨论，老师都会就是告诉我他们的一些想法，然后给我不一样的启发。对，谢谢老师。然后下一段就是给我的同学们，我相信大家喜欢花莲的原因可能就是山海风景在地美食就是这种亲近自然的感觉，但对我来说不止如此。我喜欢花莲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跟各位朋友一起共同生活的回忆，不管是活动、戏宴欢、送旧或收跑，这些活动我全部都参与其中，然后 也一直参与。那趣事我参与的原因是因为有大家，是因为朋友，你们都在这些活动当中，我喜欢和你们一起共事的感觉，你们让这最后的那些感触感动更加深刻。然后像是举例来说，好像大一下的时候，那时候寿袍跟送旧是在同一个礼拜的，那个礼拜就是很忙很忙，可能要一下要彩排，又有些可能憋家具，然后就占满了很多时间。对，真的很累，真的很累，可是是很快乐的，因为这些晚上的时间是朋友在陪我。然后那时候我生日，其实我有重新许愿，许过一次愿。我愿望其中一项是希望我跟你们的感情不会因为实习、因为毕业有所改变。谢谢你们在我难过的时候愿意听我说话，谢谢你们在我挫折的时候可以给我鼓励，谢谢你们
可以包容我的脾气，因为他很捉摸不定。然后就很谢谢你们带给我一个很充实的大学生活。然后下一段话我想对我的家人说，爸妈，我有让你们安心一点吗？从小我就不喜欢念书，我喜欢玩。家里其实有项规定叫 Monday to Friday no games， 那我也没有特别理他。那尽管如此，我是多么不认真。我考差了，妈也不会骂我，只会抱着我，拍拍我，对我说：“没关系，下次再加油就好，继续努力。”这件事不只是小时候会发生，大学的时候也是如此。还记得有一次，可能期中考前几周回家，就是读书比较晚。那时候爸爸敲我的门进来问我说，会不会饿，要不要帮我买宵夜。我的回答是没关系，我饿了再自己买就好。那下一次他敲门的时候，他对我说，要不要就出来吃宵夜吧。我对他的回答是没关系啊，我刚刚说我可以自己饿了再买就好，我可以就不用麻烦你这样跑来跑去。那爸的下一段话是没关系，可以这样帮你的次数也不多了。还有一次是大二上的开学前几天，那时候要读解剖学的开学考，念到比较晚，然后又想到又要开学了，又要离开家了，有点难过，就是眼眶有点泛泪。家人看到了，他们就进来房间，他们趴在我旁边，拍拍我，对我说：“没关系，累了就可以回家。”随时可以回家，爸爸妈妈都在家里陪你，在家等你。还有更多，不只是爸爸妈妈，姐姐之前走在路上买东西的时候会说：“欸，这个弟弟喜欢，就帮我准备回家。”又或者是之前他突然拍两张手编织的玩偶给我看，只因为我曾经说过能不能帮我拍之前编好的兔子。又或者是在很多时刻他们会突然传讯息来关心我的生活。还有一次是半夜很崩溃很崩溃的时候打电话回家，妈接下来第一句话不是责问我说为什么这时间打电话，而是温柔的对我说：“怎么了，你还好吗？”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喜欢的，我做过的，或是我曾经讲过提过的，你们都记得。那你们做过的事情我也都记得，这是你们对我的爱，也是我最珍惜的东西。现在我21岁了，我不再是那个需要爬到你们中间要你们拍拍我对我唱小星星来睡觉的孩子，我不再是那个害怕一个人洗澡需要你们在门外陪我的孩子。我长大了，也准备要实习了，我有让你们安心一点吗？那接下来我们讲回典礼本身。我觉得寿袍典礼对我来说意义会有一些些的不同，因为我之前就担任寿袍司仪，这几年的司仪相关的事情或寿袍相关的事情我也都有参与，所以我觉得今天也算是可以接下来这段话可以当作我这一切活动的结束。而这一切就像拼图，一片一片拼凑出专属于你我的回忆。而这一切是为了在走过的路途中留下足迹，作为成长的证明。而现在，我们站在人生的分号上，我们该做的是收拾好心情，并持续向前。谢谢。感谢苏凯文同学的分享。时间有限，但回忆无穷，这些日子将会深深地烙印在我们心中。回首三年，从大一时对未来的迷茫，到现在可以把自己的所学带给医院的病患，
一路上的酸甜苦辣，就由接下来的影片来慢慢回想吧。在这花花世界，如果你感到心碎，那就拍拍双肩，深呼吸一遍两遍，不够就再多做几遍。我们都不完美，去评断是非，心中的爱能多一点。今天伤害了谁，明天换谁受罪，只好学着适应这个环节。只要你放下你的刀剑，城市的前站不断后悔，靠近一点，张开双臂，多靠一步，请闭上眼，想起那蓝天，蓝色的海边，白沙覆盖你的憔悴，像一个梦，孤独大一点，别管过去，我伤害或伤害了谁，没有人能从来不反悔，原谅你也原谅一切，不后悔。我们都不完美，在这花花世界，如果你感到心碎，那就拍拍双肩，深呼吸一遍两遍，不够就再多做几遍。我们都不完美，去评断是非，心中的爱能多一点。今天伤害了谁，明天换谁受罪，只好学着适应这个环节。只要你放下你的刀剑，城市的前站不断后悔，请闭上眼，想起那蓝天，蓝色的海边，白沙覆盖你的憔悴，像一个梦，孤独大一点，别管过去，我伤害或伤害了谁，没有人能从来不反悔，原谅你也原谅一切，不后悔。像出生时的泪水，眼神充满关怀理解，不让这些过去白费。靠近一点，张开双臂，退后一步，请闭上眼，想起那蓝天，蓝色的海边，白沙覆盖你的憔悴，像一个梦，哭得大一点，真的有苦难言，没有人从来不犯规，原谅你也原谅一切，不后悔，不后悔，不后悔。In mind, like it's made just for me, but bear this in mind, it was meant to be. And I'm joining up the dots with the freckles on your cheeks, and it all makes sense to me. I know you've never loved the crinkles by your eyes when you smile, you've never loved your stomach or your thighs, the
hidden pulls in your back at the bottom of your spine, but I'll love them endlessly. I won't let these little things slip out of my mouth, but if I do, it's you, oh it's you, they add up to, I'm in love with you. And all these little things, you can't go to bed without a cup of tea, and maybe that's the reason that you talk in your sleep. And all those conversations are the secrets that I keep, though it makes no sense to me. I know you never loved the sound of your voice on tape. You never want to know how much you weigh. You still have to squeeze into your jeans, but you're perfect to me. I won't let these little things slip out of my mouth, but if it's true, it's you, it's you, they add up to, I'm in love with you. And all these little things, you'll never love yourself half as much as I love you. You'll never treat yourself right, darling, but I don't want you to. If I let you know I'm here for you, maybe you'll love yourself like I love you. Oh, and I've just let these little things slip out of my mouth, 'cause it's you, oh it's you, it's you, they add up to, and I'm in love with you. And all these little things, I won't let these little things slip out of my mouth, but if it's true, it's you, it's you, they add up to, I'm in love with you. And all your little things, loving can hurt, 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 bu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When it gets hard, you know it can get hard sometimes, it is the only thing that makes us feel alive. We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are never broken, and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Loving can heal, loving can mend your soul, an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and it's the only thing we take with us when we die.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 unti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And if you hurt me, that's okay, baby. Only words bleed inside these pages. You just hold me.各位要去实习的同学，你们好。我今天要跟你们讲的，当然就是人生的大道理啊。我要讲的就是，在去实习的这一年，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每天该做的事情要做完，做一个规律的生活，不要把该念的书延后到以后再念。晚上该睡觉就睡觉，好好的规划自己，有一个规律有意义的生活。等你们回来了。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想首先还是要恭喜大家，很不容易走到大三这样的一个时候，那终于轮到你们要出去外面实习。那我想呢，在实习的这个过程里面，有辛苦的一面，也有获得的一面。那我想在大家要出去之前呢，老师还是跟各位祝福，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的学习，好好的精进，然后呢切记在跟其他学校或者是跟老师们的一个互动呢，要用一个比较恭敬的心，然后好好的把事情完成。事情平时上课老师应该都有耳提面命过的，做不好的跑台应该都有被扣分了。那希望你之后去实习呢，要抱持着学习的心态来过实习的每一天。那要抱持着追根究底的精神去探讨每个临床的问题。那对于临床的老师，你要有一个虚心的态度去跟他请教，跟他学习。那对于病人和家属，更是要有耐心、有爱心的去面对。那在这边祝你们实习都很顺利。那在未来的这一年，能够有满满的收获。在你大学四年最后一年，能够有个好的结束，这样子。谢谢。希望学长姐能把这些祝福记在心里，成为前进的动力。很高兴大家今天的参与，因为有您的热情参与，让今日的寿袍典礼更加圆满。再一次跟您说声感恩。
今天的典礼圆满结束，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各位自由拍照。也提醒各位，此典礼会场将于半小时后关闭，如有需求可以利用场外的布景拍照，留下美好回忆。谢谢各位的莅临。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时间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谁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使命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太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的，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